介绍第二团的表演。还有这就不行。那第二团我们再介绍一下嘛哈，第二团的是历史是由 HHP 杜西的花嗯花啊花，哎对，没错嘛哦。没错，和同一小组组员组合，这是和滴滴和吉育幼一起来参加这次 Crazy Friday 的活动。然后我们现在以最热情掌声欢迎 Ladies 的表演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个主持人搞不好等一下就冒着脱掉说欢迎大家参加，我是今天的候选。开始讲，是哭，不需要冷静。因为那个，
然才说要自己那个串场，所以有点害羞，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成员就好了哈。好，这旁边这位是滴滴，不是是玉耀，旁边这位口罩机不是花花是滴滴，啊，我是花花，哎，哈，好，那因为我们真的是超级怕尴尬的，然后又很会喷妆什么的，就是你们先休息好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带来一首组曲，然后呢，这个组曲呢，跳完我们可能就会死了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都给我们一些鼓励，都给我们一些反应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fighting！ 哎，给我30秒一下哈。这两个组起来应该有很多。10秒，你们先自己玩一下。来现场的民众哈，如果你的车子是有停在我们后面流动公车那一排的，可以麻烦你先把车子移走嘛哈，那边是基本上是我们比较人会去占用的道路哈，那我们有一些进出车辆，工作人员车辆进出需要用到那一条道路，如果您的车子是有停在我们流动厕所那一条的哈，麻烦您把它迁到户外一下，谢谢。户外那边也是户外，喂，那我们主曲要开始了，那表演结束之后，也希望朋友呢有空的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、拍照什么的。然后对我们的舞蹈有兴趣的，也欢迎搜寻专业 H I D P C H R P H V D C 的这个专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，谢谢。因为我不知道我看到
这一段有点远，你跑得比我还快，就这样子而已吗？这样跑得有点远，是在担心。